快去给高叶行吗？是。是一个精怪，他怎么会有这么大的能量？我要去救他，我要去救他！你先保住你自己的命吧，你今生只是一个凡人，承受不住这些的。我一定要去救他，若不是因为我，曹耀斋不会覆灭。我一定要去救他。老夫自诩纵览精怪无数，看此精怪法力之高强，真是闻所未闻。王爷，有他一人之精魄，可抵得天下精怪。灭我族人，是朕谢长。天助我也。这不可能，小兰只是一个精怪，她怎么会有魅主的法力？救命！放箭！住手！殿下，危险啊！小兰姑娘，我们谈谈，如何？你的族人没有死，我可以助你，救出他们。自上清司成立以来，凡经我手所捕精怪，皆会在这藏药阁登记入册，包括寒夜那日在草药站所捕的全部精怪都在这儿了。你为什么要这么做？我曾对你说过，我是皇帝的亲哥哥，你却从来都不好奇为什么登上皇位的是他而不是我。你想夺位？我需要你助我一臂之力，事成以后我自会放他们走。你知道我现在就能杀了你，放他们出来。小兰姑娘当然有这个本事了，可即便是你杀了我，还会有下一个人来接管上清司。只要凡人一日与精怪为敌，草药斋便一日不得安生。
可若是我登上了皇位，我便可昭告天下，让百姓与精怪和平共处。这不也是你想要的吗？为表诚意，我现将这藏药阁的钥匙交付于你，任你处置。数千年前，魅主战败，肉身消陨，而其魂魄却逃至尘寰，在转世之中寻找重生的机会。如今看来，小兰便是魅主的转世，所以他才说他六根不全，独缺肉身。小兰眼中的三火真纹就是魅主重生之兆，本该是一介凡人的兰真，却因魅主之魂转世为精怪。九弟，九弟接旨，见魅主在精怪体内重现，为保三界太平，本尊先恢复你的神力，手刃七魂，一睹今世之际，如此便可罪孽全消，重归苍穹。斩情剑由苍穹之巅的圣火铸炼千年而成，可斩绝七情，灭魂噬魄。我若是不接这旨，又能如何？若拒不接旨，违逆天道，便会形神俱灭，万劫不复。仙落降临，荒草重生，藏有灵珠，闻风而动。冥冥中灵配皆成，历劫难与你生死与共。昨夜星辰落入梦中，此刻只能回忆相赠。恍如梦人去无踪，深情太沉重，谁又能读懂？我不敢管玉枕红尘囚笼，可谁又能逃过宿命不轮回浮游？若是故地重逢，不为谁动容，只见一剑东风揽入怀中。我不敢管玉枕红尘囚笼，身后落雪绕过半生，如今无霓虹。前世看风微蝶飞过你北风，不过平生一